下车挥手致意，还贴心说了句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小心小心！艺人秀杰楷下部队，从成功岭来到民政局准备服兵役。他在那两个栏位里面帮你们盖上去。跟着同梯一男坐在会议室听说明会，神采奕奕，而且还有了属于自己的座位，就连其他办公人员都忍不住拿起手机来捕捉秀杰楷。看到他的那个脸书上面写说他被困在飞机上，然后困了很久，那我就快点打电话去关心他一下，原本以为今天跟他通不到话，结果我刚刚还是有通到话。接受采访，除了满满当兵感想，更多挂在嘴边的是老婆贾静雯，还有爱女步步。步步水汪汪大眼吸睛，过去秀杰楷就时常在脸书晒女儿照，po父女俩互动影片，满是幸福洋溢模样。现在下部队正式服替代役，不用担心太想女儿又见不到，因为民政局说一男每天服役9小时，秀杰楷可以天天回家陪步步。越来越皮，然后对很多的互动，就是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些状态。十个月替代役生活即将正式开始，秀杰楷说自己将秉持爱心以及服务的精神来工作，不少粉丝也早已准备好。记者连嘉庆台中报道。